文艺晚会。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Ladies and gentlemen, distinguished guests and dear friends, good evening. 这里是由纽约州立大学世光学院医学和健康孔子学院、美国丽园旗袍协会、哆来咪艺术中心等团体联合发起的“鲜花五月母亲情”文艺演出活动。同时，此次活动还得到纽约印社、纽约小商品批发中心的大力支持和赞助，感谢你们，感谢大家来到这里与我们一同庆祝这个伟大的节日。Thanks for coming here to celebrate our annual Mother's Day. The gala is hosted by Confucius Institute, SUNY College of Optometry, 丽园旗袍 Association, Doremi Art Center. We'd also like to give our thanks to New York Press, New York Wholesale Market for their great support.我是主持人小马，我是主持人逍遥。首先呢，有请纽约州立大学世光学院医学和健康孔子学院的院长涂里里教授讲话，大家欢迎。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honorable guests. Welcome and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for the Mayflower Mother's Day Appreciation.An evening of celebration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of course, language and culture, with a specific emphasis on the healthcare system. The learning experience will enable us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e.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世光学院医学和健康孔子学院是纽约州立大学世光学院。中国温州医科大学、中国国家汉范合作建设的孔子学院，我们孔子学院的宗旨是推广中国语言和传播中国文化。同时，我们孔院利用温州医科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师范学院的资源优势，致力于医学和健康领域的中美国际交流和合作。谢谢。在同时呢，在这里呢，我想感谢一下国家汉办对我们的大力支持。Thank you and enjoy the show。好的，接下来有请美国丽园旗袍协会的会长王珍珍女士讲话，掌声有请。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晚上好。美国丽园旗袍协会是2014年成立的一家非营利机构，我们的宗旨是弘扬中华文化，推广中国传统服饰，促进中美文化交流，提高中国女性形象。下个礼拜就是母亲节，这次晚会的主要目的是让社区大众多来感恩母亲，关怀女性。筹备邦纽托的演出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中外官员以及社团侨领的莅临指导，各位演员的友情演出，目前幕后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在此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预祝今晚的晚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在康乃馨的暗香流转时，我们迎来了属于母亲的节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欢聚一堂，用歌声传递对母亲的感谢，用艺术去书写对母亲深深的爱。下面请允许我宣布，鲜花五月母亲情文艺晚会现在开始。以及钢琴伴奏刘菊芬为大家献上童声合唱《世上只有妈妈好》以及《You Raise Me Up》，让我们一同感受这天籁童声中孩子们对母亲最纯净、最浓郁的爱。有请他们。有请。世上只有妈妈，流落的孩子。
接下来这个节目呢，是由我们美国丽园旗袍协会给大家带来的旗袍走秀。美国丽园旗袍协会是一家于2014年创办的非盈利性机构，会长王珍珍女士。该协会的宗旨是弘扬中原的中华的文化，推广中国的传统服饰，促进中外的文化交流，提高中国女性的形象。两年来呢，通过美国丽园旗袍协会这个平台，提高了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增加了对传统旗袍的喜爱。就像巴金先生曾经讲过的那样，锦衣旗袍诗，曼玉花样时。让我们来共同欣赏由美国丽园旗袍协会给大家带来的表演——旗袍走秀，有请。
我心已碎，
有请。6:01，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纽约的现实交通和天气状况。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大家早上好。哎，大家都听到了啊？对对对。啊，我们一旦打开广播，我身边这位小伙子，还有我这位姑娘呢，我们就是老搭档了。是。明天早上6:00到12:00之间，不要忘记啊，听广播。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小英姐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芦花》，有请。大家好。Thank you.
形象的角色，您是作何感想呢？我那时其实呢，我小时候很小很小的时候，跟我外婆在一块的时候，那时候看金老师的戏的。当时我印象最深的那会儿是80年代，金老师他们唱的那个《孟丽君游上林》。嗯，那时候他演的那是一个小皇帝啊，就是追求那个孟丽君的。我不知道上海有没有那个从江浙一带来的哈、啊？大家如果是江浙一带的话，肯定记得那个曲子，特好听。我们的粉丝在哪里？哇！好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再次感谢我们的金美芳老师。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我有过很多的坎坷和心酸，但是我认命，我随着我的命运走了那么多年。婚后我45年的母亲生涯，我有了2个可爱的儿子。他们虽然自己能自理，但是作为每一个母亲，总是放不下。金老师，啊，下面有已经有我们粉丝送上了鲜花，谢谢谢谢，感谢金老师。要给大家演唱的这位孙天成是来自我们中国很多老百姓们喜闻乐见的一档节目，叫做《星光大道》。他给大家带来的歌曲呢是《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有请。母亲总爱描摹了。有请。在1940年代开始流行，至今深受大家的喜爱。接下来呢，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出我们的 Ruby 和 John 带来的舞蹈 Jitterbug。Welcome。Thank you.
家赖建平。今天呢，他要为大家带来的是独唱《母亲》以及《重归苏联托》，有请。给我们跳过春闺梦的舞者李慧文，有请他带来的新疆舞《火红的玫瑰》，有请。歌呢有两个意义，一个是狭义的，一个是广义的。所谓的狭义呢，也就是说我们亲朋好友、父母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呢，我们要经常把这句话拿出来告诉对方。那么广义的呢，因为我来自台湾，所以两岸同胞之间的爱呢，我们应该有一种大爱，所以用这首歌呢来表现我心中的感受。我真的好爱你，爱你爱到我的心坎里，为了你什么都抛弃，爱呀呀我的心坎里，我的我的心联合国使节合唱团带来的精彩演唱。对 ，The United Nations Singers 合唱团呢，主要是由联合国在职和退休人员组成。那他们呢，来自20多个国家，包括五大常任理事国，代表着不同区域。他们平时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排练，用50多种语言演唱世界各地的民歌。在今天呢，他们来到这里，为我们带来厄瓜多尔名曲《阿巴穆伊双歌》，以及美国乡村女歌手 Skylar Davis 的金曲《The End of the World》。Now let's warmly welcome the United Nations singers to bring us the songs. Welcome. Hello.
快乐呀，爱情都不冲动，放纵了快乐呀。